以凭你的经验，他希望你们做的东西后来有实现他的愿景梦想的比例有多高？因为做实验毕竟是，其实真的有，真的比例相当高嘛。因为有时候做实验会失败啊，是没有说会失败，那就是我们当然失败的话，想办法克服那些瓶颈的，会是我们下面的人去做。哦，是。但是我觉得上面的领导者提供那个愿景的话，他也许一开始。早期我们在碰 CRISPR 的时候，光是 Cas9 的蛋白就搞不定了。哦、你要跟我讲编辑人类、哦，非常的遥远、哦，对不对、哦？但是他提供那个愿景给你，那、哦、他会告诉你，就是说没有错，未来是人类，但是你渐渐从人类慢慢退回来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蛋白质想办法把它解决，对不对？下一步就是说有没有办法送进细胞里做，那、哦、有没有办法改 DNA？ 就一步一步他会告诉你他想做什么。那甚至就是说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不可以做人类？我可不可以做其他的生物、植物？嗯、任何有 DNA 的生物都很好。了解，了解。对，然后他也非常欢迎我们，就是说跟别人合作啊。那我们也可以甚至自己去外面找，有时候就是因为学校很大嘛、哦、，OK， 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可以跟不同的博士后研究或者、嗯、或者一些学生们聊、嗯。常常有人会想一些不同，他在做不同的生物体的，嗯、他们有一些很疯狂的想法。嗯，那其实我就说，哎、欸，那可以帮忙，就可以来合作。嗯、对、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他也都非常欢迎我们自己去找合作。Okay, 好，那只要我们要把整个计划想得够清楚，然后跟他 propose， 他通常都能接受。